天气热不想做饭，那就跟着我一起熬粥喝吧。碗中放红米、黑米、糯米、花生米、桂圆，清洗干净，加四倍的水。煮粥见煮熟后放红枣和枸杞保温几分钟，营养又好喝的杂粮粥就做好了。自己不会搭配的可以用这款搭配好的女神粥，简单又方便。